上次统计了笔试，又排出了笔试系统表，初步达到了复习笔试的要求。为什么说初步呢？因为这张系统表只是利用课程进度表做的，没有表达出笔试系统的内在规律。你看，这张表上有张旭的五式，但找不到永字八式。永字八个笔式分散到单一笔式各组去了。书法十三式是笔式基础，但这张表把十三式零碎化了。十三式是一个纲，纲举目张。比较好的系统表应该把纲目分清楚。这样一想，笔试系统表比较好的设计就有了。二级课程讲十四，分为单一笔试和复合笔试两大部分，也就是永字八式和五式，应该放在最前面当作大纲，其他后人补充的专称跟在十三式后面，这就很清晰了。整个笔试系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。接下来只要把专称填进去，这个表就完成了。先来做单一笔试的系统表。第一个测试，上次表中有十个，但右测试就是永字八法中的测点，所以要减少一个。第二，热式，可以增加仰覆两条弧线，线条中称之为横式的，在永字中点化名称就是热式，所以也要减少一个，避免重复。接下来弩式，可以增加两条线纵和果，把它们放在弩式的下面，补充弩式。接下来 T 式，上次课程表中要补充，这是有了。测试、劣试、拙试都只有一个。最后折式，可以补充两条弧线，拨式和割式，还有三个笔式专称，慢有余、即时拨和柳叶式，总共六个，这样就全了。好，回到总表，把单一笔试数量填入，这是包括永字八个点化和补充的专称一起计算的。测试十个，热试三个，弩试也是三个。T、测、略、拙各一个，折式有六个，加起来总数26个，和上次统计相同。好，现在要看看右面复合笔试这一半。张旭
只讲了五四。后代所演绎的复合比试专称，怎样排在这五个比试的下面呢？在排列复合比试表之前，你要回想一下讲过的基本概念。基本概念不清楚，就难以下手。如矫正式，应该排在五试中的哪一个比试下好呢？能否排出复合比试系统表，关键在于对五试本质的了解。五试就是线条组合的五种形式。世界上基本线条只有两种，直线和弧线。直线有纵横自分，弧线有顺时针和逆时针自别。张旭的五式就是根据永字八法原本写法来组合的。数比试的本质就是直线纵横组合，以纵比开始。组合时还可以使用排比移位功能。至于多少开数没有规定。如果换过来，直线组合时以横比起，称之为分比试。分比试最小不是一开，而是半开，就是一横。一横是分比试的基本元素，也是矢的基本元素。同样道理，移数也是数比试的基本元素。弧线和弧线同方向组合，这是转动。五四中用勾果式来表现这个运动方式。这种转动认真说起来有两个方向，顺时针转和反时针转。就好像车轮可以向前开，也可以倒车向后开。纹比试指弧线和弧线反方向组合，称为滚动。滚比试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。注意，还可以是横向的。第五种是勾弩式，它是直线和弧线组合。仔细分一分，直线和弧线组合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是顺方向组合，用按接点。这种情况可以归入转动，如狮口、玉钩式等。另一种是反方向组合，用明接点，这就变成折线了。勾弩式就是这样的，明接点，有角。这种情况孙郭婷没有提到过。孙郭婷定义矢转的原话是这样说的：矢为纵横牵扯之类事也，转为勾缓盘迂之类事也。直线组合是矢，弧线组合是转。孙郭婷没有说到直线和弧线组合是什么。我的意见是，这种情况包括了直线和弧线，也就是有矢转的基本因素。所以可以说
有始有转，十转千连。张旭的武士是发展和完善了孙国庭的理论。孙国庭又说，征以点化为形制，实转为情性，朝以点化为情性，实转为形制。实转来自于草书，征书中实转是隐藏的，所以征书形体看起来好像只有点化。所以通常判断实转往往要以草书为主。你看褚遂良这个奠字，勾果是都是直线，这是征书中出现的现象，草书中就不会这样印。但照习惯，征书中还是沿用草书勾果式的名称。所以所谓武士是表达实转的。我在武士小节中排过这样的表给大家看，勾果式和滚笔式是弧线的组合，一个是转动，另一个是滚动。竖笔式和奋笔式是直线的组合，它们都可以使用移位功能。讲到直线和弧线的组合，以勾弩式为代表。直线和弧线同向组合可以归入勾果式转动。勾弩式只是表现直线和弧线的逆向组合。这就是武士的本质。我们来试用一下实转的规则。这里以点的画式为例子。我多次说过，书法中所谓点只是横竖撇捺的缩短。看一组点的运动关系，可以把它拉长点，只看中线比较容易，如点的相顺关系其实就是转动，不齐式就是这一种。又如相对两点也用这方法拉长看，你可以看到相对两条弧线运动本质就是滚动。第三种相背两点，它的走势也是滚动。如果许多点，如三往一复式，前面三点的关系是转动，后面一点的关系是滚动。就总体而言，只能把它归入滚动，不是转动。好，明白了刚才讲的这些基本概念，现在就可以完成复合笔式这一半的系统表了。我先从比较简单的直线组合讲起。奋笔式，横笔起的直线组合，横短竖长是曲尺式，横长竖短是理量式。还有一组包括折钉式、曲头式和舌头式，这几个都是折用名接点。横笔加 T 加浊，
写起来都是先向右后向左。下面一组四个笔式都是横笔起，用到抬笔移位功能，总数是九个。接下来竖笔式，画四有主勾式、打勾式，倒笔向左四号位走有蟹爪式，抬笔的有蜜头式、棉头式。棉头式这第一点往往用竖点，如果用侧点当无限记，那就属于无限和直线组合勾弩式那里了。马桩式定义是三个竖，两短一长，两短可能缩为点。蟹脚和盘龙都是折，永字中直线、鲁、卓、折都是斜过来的。这一组总数是十个。接下来转动都可以填写在勾果式下面，比较容易看的是撇捺一组，步棋这里画的是两点向左，拉长了就是九号位，两个波形线条。下面一组是弧线和直线的组合，包括横、竖、左、T， 本来是属于勾弩式那一组的，因为是顺向的，所以可以当作转动记移到这里来。现在这一组总数是21个。接下来是滚动，滚笔式为主的一组，排点连点中很多是这一组的，大多有相对关系。铁铃两点竖排有时写相顺，有时相对，往往用滚动写。三点水的第三点写起来有时有带笔向上，有时没有带笔，第三点用相对，跟铁铃差不多。这一组总数是18个。最后一组勾弩式指的是直线和弧线的组合，龙爪式、点加侧、羊角式、点加左、烈火式和三千碗都包括横竖撇捺，曲勾式和三耳朵旁都是有折有转等等。这一组总数是十个。好，回到钟表，填入数字。勾果式21个，勾弩式10个，滚笔式18个，竖笔式10个，凤笔式9个，还有武士本身5个，这样总数就是73个，加单一笔式共计99个。今天这个笔式系统表比上次好，因为把笔式纲目分清楚了。张旭只讲了13式，这是一个大纲。永字八式是材料，五式是运用时转。上次系统表是排流水账，这次要考虑时转用法了。张旭的13式可说是非常聪明的设计。后代补充的笔式都是在这大纲下面的。谢谢各位。